明日はきっといい日になる、いい日になる、いい日になるでしょう。完流水面咧，仲安排咗啲观光景点嘅，但系大家见啦，而家啲天色咧就唔系咁好，所以决定咧翻咗温泉旅馆 check in 先。我哋今晚入住嘅温泉旅馆咧就系呢间优霞村子宿啦，一拍两食双人房价钱咧都只系1500港币。住完之后咧，我系觉得超级无敌抵住啊 ，CP 值极高，非常之推介俾大家。啱啱我就 check in 完啦，咁而家就带大家睇我间房啦。咁咧一入嚟咧就见到个洗手盆位啦，然后咧仲有个厕所。咁呢度咧就系冇浴室嘅，咁就 expect 你温泉完之后就喺个浴堂度冲埋凉啦。咁咧呢个咧就系我今晚住嘅房啦，就系榻榻米嚟噶，好香嘅嗰阵榻榻米味。不是说很大，但是很骨子很整齐这样咯。那呢我呢就选了海景房啦，其实只是需要加500英而已，我就觉得就不是很贵，那就加啦，那给大家看一个海景啦。那啦，那今天天色不好啦，但是都 OK 的，现在就蒙蒙地，那明天就会好天，明天再 show 给大家看，再看看有什么特别先。好啦，咁有電視、雪櫃、暖水壺，系啦，咁樣咧，五臟雖小，麻雀俱全，我哋就出发去一个在温泉旅馆附近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无人岛来的，而且是非常神秘，因为它不是每一刻都可以连接到过去的，那是要等它这个潮退的时候条路出来才得的。那这一刻呢我们就夹到这个时间，见不见到啊条路啊，我们现在可以过去那个无人岛啊，这个叫芝林岛啊，就好像之前去四国的小豆岛咁咯，有一条潮退就有一条路咁样帮我哋过去对面咯。好中意呢一啲地方。芝林岛本身与世隔绝，但系喺退潮前后嘅短短数小时咧，由于沙石嘅堆积，海面上就会呈现一条长达800公尺嘅沙洲小路，就称为爱之小路。咁呢条路咧来回一转咧，需时至少要40分钟。我而家咧就行紧过去芝林岛啦。但我相信咧，好少人会好似我咁样挑战呢条路噶。通常啲人咧只会远观咁样影张靓相就算。但系咧，我想睇下究竟嗰度有啲乜嘢。呢条路咧真系非常之难行。首先咧，因为佢系一个沙地啦，你每一步咧都会凹咗入去，然后咧又会啲沙咧会摄晒喺对鞋度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慢慢行啦。咁咧喺行之前咧，佢有个告示板咧，其实就话咗俾你听咧每一日嘅潮涨时间嘅。咁头先就写咗系6:40，咁同埋佢会写咗话你最后要离开呢条路嘅时间。咁啱啱写咗6:00嘅，咁佢仲好着重咁嘅声明咧，如果你离开唔到呢个道咧，佢就系唔会负责噶，即系因为佢已经提醒咗你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几点啊？而家系5:00。咁行快啲先得啊，因为我要发稿时可能唔够时间，6:00之前要翻去起点啊。而家我谂行咗一半啦，然后我发现咧，我有个同伴啊，终于见到，我不是孤单的。我就睇下后边，哇，行咗好多啦，好啦。行到最尾再告诉大家知有啲咩，我豁出去了。
對鞋入曬沙都唔理佢。犀利啊！我就嚟到啦，行咗几耐啊？我都唔知道，冇计过时。虽然条路好长啦，但其实咧你系唔会觉得好闷、好辛苦嘅，因为咧呢个环境实在太美好啦，两旁嘅海浪声咁拍打埋嚟，系劲舒服咯。再加上眼前嘅景象咧系好靓，你系劲想快啲到咗嗰度，睇下嗰度究竟系有啲乜嘢啊？好，我行快啲先，加快步伐。見てる。楽しい。勁開心，啱啱登島成功，成功登陸呢個芝林島。然後咧，原來咧行到最尾咧，都有兩個工作人員嘅喎。咁然後咧，只要俾$100佢，就可以得到呢個叫做咩啊？到島證明書啊，證明我咧係成功登陸咗呢個芝林島噶。好開心啊！好中意呢度。呢度咧寫住咧 25116， 唔知道我係咪第25116個登錄喺呢個島嘅人咧？咁我都幾勁喎，全世界得20000多個人登島，我係其中一個，起碼 K 先生都冇跟住我嚟啊！其實呢個島咧都係一啲戀人一齊行咧就可以更加之恩愛嘅一條路嚟嘅。雖然 K 先生冇同我一齊行啦，但係咧佢有航拍咁樣拍住我咧，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同佢一起行嘅，所以都幾開心可以完成咗一條路。唉，冇氣啊，行快啲啊，夠鐘啊！我回来的时间呢已经过了6点了，好彩呢我回得迟来啫。之后我们就回去温泉旅馆，旅馆都有很多芝林岛的资讯，我告诉你每一日沙洲小路的预测出现时间和出现多久。但注意翻，佢啲日子咧系成日都唔会见到噶。呢间温泉旅馆嘅晚餐咧就系俾咗一个鱼嘅套餐我哋啦，然后咧就可以自己自助咁样攞其他食物嘅。咁呢个鱼嘅套餐里边咧就有3款食物，一个咧就系熟食，一个就系刺身，一个就系沙煲沙煲。好，现在就把了沙煲沙煲先。一个兜好像一些东西。嗯，好明白。好香啊，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粉的。应该熟了。好淡啊，呢种呢个沙煲沙煲嘅鱼好好味。到我最期待嘅刺身啦！好味啊！呢个咩料？好新鲜啊！好味。
呢度自助餐嘅食物咧，一開始咧就覺得佢嘅款式唔係好多啦。點知咧望真啲咧，其實都唔少嘅喎。而且咧，佢每一款咧都好精緻，都好有誠意咯。食咗幾款食物都覺得好好味。佢有天婦羅啦，一個魚啦，啲小食啦，仲頭先嗰個，仲有一個面豉醬撈飯，超好味。食個魚先。啲魚好好味，佢紫色咪好出名魚噶，好味。認真呢一餐咧真係好高質，完全咧係我意料之外。食物選擇多，而且大部分咧都好好味，同埋好新鮮啊！而且度咧好特別喎，有好多款茶葉選擇喎。可以沖一壺茶俾自己飲添，我就揀咗呢款咧，寫住英島蜜柑嘅綠茶。咁我而家斟嚟飲先，應該有陣柑嘅味道啊，即係食嗰啲柑嗰啲味道。不過呢條索道呢度最受歡迎嘅食物種類就一定係甜品，因為咧佢長期都企咗好多人喺度。咁啊，首先就拎住呢兩款試下味先。啊，仲有喺度有個刨冰機添喎，超勁！試下先，好味。食完飯咧，係時候浸温泉。呢度咧好正，有勁多款浴衣咧俾你免費揀，而且款款咧都好靚。有選擇困難症嘅我咧，表示揀到好頭痛啊！揀好浴衣款式咧，仲可以揀埋腰帶嘅款式，真係非常之貼心啊！灯靓唔靓啊？好啦，去浸温泉啦，听日见，拜拜。